君花圃。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花圃参观，这里可都是我引以为傲的收藏。这边的可都是外面世界的品种，变化多端，奇异美丽。而这里是三坊七巷里的花，朴实端庄，简单美丽。你们觉得？要掉下来了，就掉下来了！这可不是谁都会的。小老虎，觉得怎么样？都给我住手！真是的，你们到底来这里干什么？欣欣，你的花不错嘛。花不是用来耍杂技的。嘿嘿，有什么关系吗？你说什么？也掉了。真是危险啊。哼，小把戏，怎么没飞向我呢？不能乱飞这么漂亮的花。就是。味道应该也不错。你们全都给我出去。豆豆，欣欣这两天都不理我呢。我们那天在花圃玩得太过分了。豆豆，怎么了？豆豆，胖达，怎么了，星星？哼，最近别靠近花圃。什么？花，我的花圃被人破坏了。星星，冷静，我一定让犯人付出惨重的代价。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？不知道，一定是昨天晚上。我一定要抓住凶手。星星，我来帮。不需要，我的花园由我来守护。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，劝你们别靠近我的花园。星星，好可怕呀！自己重要的东西被破坏了，当然生气。对了，豆豆，你之前别在身上的徽章怎么没看到？我的徽章呢？会不会忘在哪儿了？难道说……
豆豆，豆豆，别去呀！猩猩发怒也是很危险的。那可不行，我的徽章是爸爸给我的，无论如何我都要拿回来。哼！豆豆，别动，给我站住！鹏鹏，听说猩猩的花圃被破坏了，而你们却在这里出现，实在可疑。你先别说，你自己不也在这里吗？哼！小老虎，你的嫌疑最大。我的嫌疑可没有耍杂技的家伙大。你说谁是耍杂技的？别吵了！哼，我和这个家伙果然合不来。不说别的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有困难的地方，就有我正义鹏鹏的身影。我当然是来捉犯人的了，你们呢？豆豆的徽章掉在了花圃里。哦，难道说是犯案时遗漏的罪证？别胡说，这可是合理推测。总之，我们要去花圃，别挡道。哼，慢着。抓住你了！怎么回事？你们看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危险的东西呀？一定是西西。看来我们只能前进了。别动！哎，这里到处都是陷阱。我们身边到处都是这样的落穴。我们不能坐以待毙。这样就行了。豆豆好聪明。哼。这里走过来就没事了。胖达。哎呀，这个陷阱能承受我的重量，却承受不了胖达的重量。胖达身体那么重，显然就是吃大陷阱的。我没事，你们不要管我，先过去吧。可是我在这睡一会儿好了，你快去找回徽章吧。我一定会找回徽章，到时回去我帮你减肥哦。嘿，走吧，找星星解除陷阱。就在前面了，这里好安静啊，不能大意。小老虎，看你的身手有点吃力呀。彼此彼此，这片竹林暗藏杀机，一定要小心。一口气冲过去吧。刚才那一下我自己躲得开，不过我原谅你。哼，星星一个女孩子怎么做出这些的？那些是以前的仙人设下的。仙人花园由全方向最大的玉冕图文保护着。保护什么？难道是为了掩藏宝藏的秘密？就要闯过了，准备好，我们最后跳过去。哎哈！哎，小老虎还挺厉害的，现在看我的！嗨！我的头发，我尊贵的形象，鹏鹏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正义的头发，得赶快找到星星，让他解除机关，还要拿回徽章，只能继续前进了。到了！历尽艰辛，终于到这里了。先拿到徽章，再找星星回去救鹏鹏和胖达。说不定还有陷阱，一定要小心，最后的最后都不能松懈。
花圃被破坏是真的，难怪星星那么愤怒了。如果没想错，应该在这附近才对。哦，看到了，我的徽章，我来了！这也弄得太夸张了吧！大家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而导致大家处于危险的境地中。对不起。你也是因为花圃被破坏，我们能理解。谢谢你，豆豆，我真的只是想针对犯人的。但是破坏花圃的犯人还是没有找到。我觉得犯人不是三方七象里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以前都没有发生过。所以小老虎的嫌疑最大。左边歪了呀，怎么又歪了？犀牛阿姨，我订的新护目镜到了吗？不好意思、还没到货呢。朵朵，你头上怎么有朵花啊？我前两天晚上试验新飞行器的时候看错了着陆点。着陆点？那一大圈花看着挺漂亮，挺柔软的，但是一落地就不一样了，疼死我了。朵朵，原来都是你。